这样天天海边啊。以前我们在做365天哦，都是在做，除了气候不好，没有人出海。你看我们在这里已经48年，有没有酒？这个，天是我们的。啊，我在鱼市场哦，说过这个鱼货哦，是16岁潜下去的，到现在已经48年，就是我们的看法跟经验出来的啦。啊，这个鱼是变化很快啊，都要靠你累积的经验去判断。现在要开始拍卖，啊，他们就喊，然后我们价钱最高的就是他的。八十，国民在讲的到底是安怎？啊，就看你安怎处理，安那无我，连叫我就要学也不啊。如果我在鱼市场，那个抓鱼的人哦，比较安全感，他的鱼的价格哦比较稳定。我离开，应该是成功的鱼，最起码要一半的不会在这里卖。这是集市冷冻会冷哦，你家开给他们看一下。9年前啊，我开过这个，人家说我的头脑有问题，啊，这个冷冻的鱼就不好，啊，我们就快速集市哈，1小时以内把那个困就给它杀掉，就50度。现在就剩一片了，我们就这样处理啊。你看看我们店，按我们的装备，你看还有鱼市场，一贯作业。我们台湾前省是我没有第二家像我们这样用心这样做，我们是挑选一点点一点点累积起来的。今天那个属于你所看到的都是我买的，都没有吃饭都还不会饿。我们工作习惯了，你觉得说我这样做虽然没有赚到很多钱，可是是我一生从小做到现在为止很有心得。